欢迎你来到军医交易平台。这个影片是介绍很多军医高手都喜欢的功能。身为一个经常使用军医的学生，你可能有时在复杂的数学星空里找不到下一个该去哪里。这个时候，我建议你可以来使用技能进展。技能进展是在个人档案左边工具列当中。进到技能进展，你可以透过颜色看到你每一个技能的精熟等级，以及是不是可以升级。你可能会说，这样还是太多了，不容易看。这个时候，你可以选择上方的筛选器，选择科目、大主题、主题来逐步的筛选。这边示范科目选择数学年级四，年级选择小五，就可以看到下方技能全部都是以数学小五的技能，我就可以一个接一个的把这个数学技能全部都做到精熟，或者是我可以再选择主题，依照学校的进度精熟某一个主题以下的所有技能。这个时候我只要点选这个技能就可以练习这一题，或者点选已经做过的题目来进行升级，或者是查看历程。是不是非常精彩呢？希望你也可以成为使用技能进展的高手哦。